文老爹赶紧玩。现在118，来继续买。过了一个晚上，房钱应该变便宜了吧？你看十钻的又跑出来了，多好！11钻这么多，对不对？一干，我瞬间变18块。靠，就这样。累计500张房卷开点啊、哦！我觉得1500张以下都算好运了、啊。我们先小试一下500张啊，301张，所以现在累积801房，801张房卷，来继续，来6，2件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，重点主角来了。精锐红骑士长靴，老爹，你觉得挑战这个经验5%的级数会超过原子武士吗？不要乌鸦嘴，一次就过。好，爆一件，再来，一次就过。哎，爆2件，好，目前失败2次。果然，你要在1000张房卷以内做好，还是有点痴人说梦。来啦，房卷赶快拿出来卖啊，15钻以下的1666，好，继续，又一个黄光加6，哎，看，真讨厌耶，失败3次啊，加六，操，爆4件，哦，这样失败5次勒，1666加286等于1952，失败5次了。好，又再加了660张。2612，失败5次了哦。2612哦。几件加6？我靠，0件。好，再补420张。3032张了，3032张了。只有1件。来加6，失败6次嘞！啊，3452张房卷已经有破1000张房卷死在我手下了。哦，2件，可以的啦，可以的啦，2件可以的。我已经失败了6次了，不要破纪录了，好不好？该过了，拜托。来。加6，过，操！哦，我过2次都加5哎，过！哎呀，中了！哎呀呀，来几次过？8次过，第8次过。我还有253张，所以3452减掉253等于3199，所以我第3件是3199张，8次过，767加25 1022张，第4件哦，我现在第4件哦，头盔跟裤子，进甲仙啊，我当初只是无聊试试看，没想到一做就不一发不可收拾了。看来这个收藏品不做不行了。哇靠，1件，干，下个祭品吧。这一件只要让我过，我今天就把它搞定。哦，我现在差2件嘛。黄光流，有没有？我靠！我。可以来放一下了，相信各位都知道，我这首歌是准备来放中哈丁的时候放的，结果我现在都在搞一些有的没有的 啊都中这种奇奇怪怪的啊，减482，我只花了540张就过了，540张就过了，第4件540张已经过。好，来，今天把它搞出来了，
哦，经验值我们要标等级就是这样。最后一件不知道会不会头破血流，应该不会吧？通常这样剧情下一件都要冲两个小时，但不会吧？红骑士头盔做起来，17顶。好，我们现在又补了600张房卷，601张，1241张嘞。我有不好的预感，靠北。第一次太好运，然后后面的怎么觉得有点怕怕的啊？又黄光，不会吧？到，再来，好，黄光，哇，连爆两件啊，干，失败两件了，失败两次了，好，目前失败两次，果然没那么好点，刚刚那真的是运气好哦。来900张，再加900张，2141张，来6666，哇，一件，加六吧，继续虐心啊，最后一件啊，虐心啊，这个一天要做出来真的是会很痛苦欸。我现在担心的是等一下房卷够不够啊，靠，我实在是不想拉20钻的、欸、干，惨了，2551，天哪，曝光了，天哪，天哪，好，我们又买了255张，2806张，黄光，加六加六加六，拜托，这第五最后一件好难啊，五次啦，不至于吧，没这么夸张吧，3123，大家快放30，反正老爹早晚会拉，不是啊，我最后一件啦，你卖30谁会买啊，我只要过了就不会再拉了，哎、欸、干，全曝光了、欸，我现在失败一样是五次嘛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不打算买房卷了，我打算直接拉住房，距离成功只差最后一步，这19件直接用住房拼啊，3671，外加5张住房，唉，失败6次，该过了，老哥，最后一件好累哦，加六吧，干你老母，怎么会加五啊，哦，失败7次，好不容易过了结果加五，我、哦、这超无眼的，目前已经10张住房，然后失败7次了，这些钻能拼一次哈丁了，绝对可以啊，可是经验值也是很重要啊，失败8次，最后一次真的是失败最多次的，15张住房，来5%经验值啊，练功练很快啊，加六吧，你老师卡好嘞，剩一件，剩一件，已经20张住房了，加六啊，赶快要追上我的哈丁了，再加500张，4176，30张住房，对，还是买白房划算，真的真的，不要买住房了，真的真的真的，买住房完全不行，4176，5481，5481，好啊，再6张，5487，5487张，加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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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久没出加六啦？又574张了啊，6055张，天哪，一件6055张，
加六，失败十次，加六啊！该过啦！十二次失败，紫色的试试看。欸，很邪门呢，我最后一件可以抵过前面两三件呢。七一一一，紫光红光都可以啦，真的，紫光红光都可以了。紫光，干你！各位观众，一波七。聊天室起起来，按赞给我，按起来，看是你的几率低还是我的钻石多。哎，堪比紫变的收场啊，各位观众。 OK， 各位观众，今天晚上谢谢大家啦，好不好，我们总算过了这个最痛苦的收场5%啦。今天这部直播就到这边，大家晚安。